为了提升推动业内十九位行业新创事的专业教学能力，推动业政府期盼内连登三日的暑期培训课程。韩国邀请的接下来一位金曲奖美系有名的电视广播主持人的林永廷，带领新创事来欣赏古典音乐、世界现代音乐、韩国客家音乐也得，我也得有机会同音乐的导演融合行业教学方。艺术头发开，开始也推动行业新创事暑假培训课程的主题。老台北新创事培训课程，但是系培训行业经验、教学方式唔同。音乐系课程的主题。人家讲个咧，打拍子啊，吼，我用个，我用个，个神器，哦，啊，用个个无同样嘅方法做啲教学生诶。利用一三年的课程，用轻轻松的方式，用音乐引导、引导一道宣传师来了解青岛更加多的客家文化。一三年课程主要是由新桥台后山乐团的团长刘祖昌、林玉田来教曲。课程也不是单纯客家听听，从欣赏古典音乐，从各地歌、新歌、白话音乐一道开始，再到世界现代音乐、客家音乐。因此，每种时期流民族的音乐都有机会变作宣传式教曲用的教材。唔单唱起讲法啊，咪做啲弹音乐啊，既然做啲要，无论系古典音乐、现代音乐，亦系客家音乐，搭片也课程，本而嘅课程做得进入一种情境。林玉婷也强调，音乐系世界共同的语言，最自然演奏出气氛，本堂中感受到音乐嘅力量。按旧嘅行业歌曲，唔单唱起传统山歌，有 jazz。rap 也是抒情一条风格，都当合适作为行业课程学导演的教材。下个新闻视频，头那么头。